老爸啊，你是不是每天共订几盒啊？我订了五盒。五盒？那你是不是开了一盒？对啊。那你有没有开出那个大头 K 啊？没有，我手气太差了，我开不出来。啊，没开出来啊？对。那我今天要开一盒。你要开一盒，那你挑一盒呗。啊，就这个。哪一盒？这个。第二盒啊？对，第二盒。好，那就开这一盒啊。嗯，好的。好的，来放这里开。你有没有运气开到那张 KR 卡呢？哎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这张卡是不是很难开出来的？对，来拉出来，两个补充包。哎，它这个里面的补充包是不是都一样的？嗯，都是一样的，蓝色的是不是？都一样的是吧？嗯。那补充包看一下，一个是代拿的，还有一个是德卡的，好像一样的。我上次开了也是这两个。对。啊？每次都一样。一样的，四个补充包。有一个星钻卡装。就星钻卡装，一个小卡装。又这种卡车。嗯，好，把补充包给我全部拿出来。嗯，第一包。看一下这包会出 KR 吗？来看一下，红鸡屁啊！哇 ，X 二，哇塞！啊，那个赛斯的这个帅呀、啊，这个可以，太帅了吧！这个 X 二卡，来后面的呢？泰坦斯的 U 二卡啊，阿古茹的 V 二型红鸡屁，嗯，这张稀有吗？不稀有，不稀有。这种是这是一个 H 二的德凯的 H 二卡，嗯，一般般。来第二包，第二包，来。我们要的就是那张 KR 卡，就是看一下 KR 卡。大头三 D， 大头三 D， 对，大头三 D 有没有德凯的大头三 D？ 哇，德凯！哇塞，特里加，特里加大头三 D， 我这么帅啊！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这老爸也开出来一张，也是特里加大头三 D。那我们有两张了，这个。你不，这有好几个形态。好几个形态的。你那个不是那个形态。哦，那是的啊，不是同一个形态的。这个。一张那个赛斯成年，就刚刚这个 X。嗯。一张 X U 二卡。一张盖亚 V 二的啊、哦，好，继续来第三包，第三包是不是 X 二 KR？ 这包必开呀、啊！嗯，我知道我帅啊，德凯的，一张德凯的 HR 卡，但是这个不是，这个很帅，出拳的、嗯，出拳的，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德凯的强壮型哎，这个是一张带拿产量的，嗯，红金片，邪恶迪迦，还最后一张，邪恶迪迦可真不错，金卡。那个赛斯好，可以，最后一包了啊！这应该是 X 二必中包。雷杰多必杀技是什么 ？X 二必中包，看一下这包应该是能不能出？这个应该不会出三 D 了吧？会出三 D 啊，每包都会出三 D。这样子是吧？嗯，来，感觉是三 D。哎，哇、啊，又一张大头，德凯吧？老爸，你那一盒是不是出了一张大头啊？对，我这一盒两张我耶。你可太牛了吧？又是特里加，那不是德凯吗？特里加没有呢？可以的。X 二是什么？来看一下 X 二，最稀有的 X 二是什么？大头的，大头的。哇，这个好可爱！大头，这是大头。梦比优斯，这要紧。梦比优斯的大头卡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还有这个呢？泰加 U 啊，嗯，帕瓦罗的 GP， 嗯，好，没有了，很可惜，还是没有开出那张 KR 卡，真的太难开了。嗯，收了吧。